当小朋友们得知自己不能回老家过年的时候，你以为是这样的：外婆，我好想你。外婆，我这也回不去了。外婆，你想过你吗？你会想过你吗？外婆，我要回去看外婆。外婆，给我做好吃的，带我出去玩。外婆。而实际上却是：啊，还好，谢谢爸爸喂捕虾汁，给我洗澡了。要不然我这一个冬天不洗澡，我肯定脏死了。赞比，今年我们不能回老家了。你以为赞比会说？其实是啊，太好了，爷不用装小白兔了，哈哈哈哈。嗯，还有爷母，别忘了让外婆寄点小酥肉过来。你是猪，你吃小酥肉？我是猪就不能吃小酥肉了呗。嗯，刻板印象。